嗯，对啊。好，走。它上面有个观景的平台，要上去看看吗？走上去看一下啊，从左边上，右边下。他说：“哦，这上面可以看到烛台石跟什么俏皮公主。”烛台石。可以过去哦，可以走下去，但是我觉得这样这一片拍起来最好。对，来，我帮你拍。哇，这里啊，好，走。这边吗？嗯。这里。嗯，这里我帮你拍一下。哇，这里。下去吧，下去了，我们直接走到那儿去拍哈。走到那个后面啊。对对对。先去后面哈。嗯。这片也好美啊。嗯。那我帮你拍一下，看我这边。好。可是我觉得还好。还好哈。嗯。但是他不让人走过去，不让人走过去，是不是？那下面那个，不能啊。嗯。这下面都不行。嗯哼。烛台石跟俏皮公主。俏皮公主。嗯。烛台石在哪？现在这样看不到。嗯。走到里面去。对啊，我已经看到俏皮公主的那个头。走这边，走这里。现在人家拍这个就是啊。哪一个？这个啊，俏皮公主这边啊，这个位置啊。哦。对啊。这样就看得出来了。好好好，那我帮你拍。好，我这边。等一下。鼻子剪一个都好笑。你在这边，我帮你拍一张。我这里。停停停！小心啊！小心。嗯。走。我今天拍那个矮矮的那个。可以啊，那就过去那里。够够够。你站在这个空间里。可以啊。你要过来这里，到那边。嗯，到这边对。嗯哼。好，看我这边。那就没有其他的那个了，再来一点。烛台石是过去那里吧？过去那边看看。有那个照片呐、啊，我刚刚拍有那个照片，不能越线。嗯。不能越那个线。嗯。这样没有了，像是那里，那里，那里，在那边，对，在那里。嗯。是这吗？那里啊。
那里啊，要过去那里啊。在后面呢，你没看到、啊？没有啊。哇，你眼睛真不好，走到底，要走到最底去。它有标示吗？有，不是用标示，一看就走到那里去。是哦。对。就走到底，后面那边。还是这里。走到底啊，右边那边一大堆，你没看到？好、哦，站在这边吧。我越线。嗯。暂时越线没关系。直排石。嗯。小心哦。走。我觉得这里比较好走。嗯，真的，你跟着我走。好。这里比较不会，不会撞到。帮你拍一张、嗯，我帮你拍一张。走。这个地址真的很特别。嗯。去跟拍那根好不好？还没长大的女王头。其实每个都好像哦。嗯，你就包包背着，假装要环抱这样就可以。好香。这个。嗯。好，从后面。这样就可以了，这边就可以，这边就可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一点点。好，嗯。好，走。好。这边地形很特别，你走中间这条缝，我帮你拍。有点难。嗯，这不好走。这为什么不好走？我鞋是不好走。不会啊，你就走那个缝中间就好了，它又没有水。好，停在这边啊。小心啊。嗯。走。好。走吧。就直走这个缝就好了，它刚好就是一条水线在这里。我帮你拍一下这边这个景，到栏杆那边的。
嗯，回程的时候再来嘛。我录到底的时候，回程就可以随便拍了。你忘记带自拍棒？不用，手伸长一点就好，还多带一只。就比较懒得再拿那么多，已经在拼命减减轻那个背包的重量。对，哦，排队排很凶哦。排够了。你看那排队排的人就知道了。嗯。我们到时候远远拍一下就好了，不用刻意的去排。是吗？那个什么像不重要。有好几个。不上去，不上去，不上了。对，不上。那个就是上去观景的了。好，观那边的。对啊。哇，前后破万。嗯。没有看到。应该有机会。从这边下去，左边下去。我们就走过去拍一下，这样就好了。哦，人太多了。嗯。这样看得到吗？嗯。哪一个？你现在人站在那里，那个？那个吗？对啊。长不大像。我也觉得不大像。对啊。是那个吗？嗯。反而没有那个做得像。就是一个角度啊。哦。嗯。那你这样拍啊，我觉得这样。对啊。这样是不是比较像？嗯。啊？嗯。有看啊。嗯。好，走。那我们是不是要绕走？嗯。这只是要到女王头的。对啊。那我们要绕走，哦，从那边上去。对啊。
哦，宝碧这样比较像。对啊。哦。嗯。在那边拍一下。手伸直，手伸高一点，对对对。OK， 走。好，走。来，快点，等一下跟宝宝们拍拍照。要酷了吗？等一下。上来吧。嗯嗯。绕过去啊，李宁从那边绕过去。嗯。李宁，你停一下。我帮你这样拍就好。哦，这边。这样拍还不像。好，我看到了，谢谢，关关谢谢。哎，关关，人家在拍照。好，走。绕，从那上面高处绕过去就好。嗯嗯嗯嗯嗯都是韩国人，韩国人。哎，这个，嗯，这什么洞啊？石头洞。好像有这个哎，好像有这个洞。真的吗？好，那你绕过去，你到洞的那边去，我帮你拍。好。刚好有人在拍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他在拍照。那你就绕过去就好了。对啊，这边从我这边就可以，这边就可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，你从洞口那边出来就好。对啊，对啊。我这边。哎，对，好。OK，、啊、这边，看这里。这边，哎、欸，就住在那边。好。手扶着那个洞。就站在那个，对，站在那个坡这边，对，手扶着它就好。从那边上去喽。都好热。你不是有带电扇吗？啊，对哈、哦。啊，走出来呗。都走出来。嗯。过我们就走这边，对啊，从这边走过去。帮你拍一下后面这个景，你停一下，停一下，停，好，我帮你拍一下这边。你看得出来哪个是仙女石？看不出来。它有69公尺。断桥。仙女石。在哪呀？他真的没标，我们都不知道。嗯
可能要人家自己找。这个吗？不是吧，不重要。每一个都很奇怪。嗯。嗯，从那台子上去。我们沿着海边走，等下再从左边、右边那个步道走回去。好。给妈妈喝一点啦，热的都快崩溃了。啊？我们从左边的楼梯上去啊！从左边的楼梯上去。左边楼梯。嗯。这个问题，这边对，走。对，我听到你在哦，这是赏鸟区哎。那你不要，我们可以往右走出去。那你快走！我不要赏鸟。你不要哈。可是这里也挺不错。对啊，要不要爬上去看呢？啊？要爬上去看吗？不要。好。这里呢？那我让你看一下。好，走。帮你拍一下，往这边。合照呗。下。走。很好啊。嗯。啊，最后录到这个口这里就可以。哇。嗯。这里美哦。对啊。小心哦，走好。好，你来这边吧。好。我刚好收起来。好。